穿越科技。何方才知这是修炼的异象，恍然大悟失败，人生更新了篇章，崇拜系统天降身旁，做好事我不停成长，万丈光芒照在我的身上，我的心如此坚定，贪腐我的吸引力，设定让你我相遇，这力量你遥不可及，斩妖风雨长地魔技为你护航，心中找无敌的防御，神佛我无惧，九九魍魉皆被我神威蝼蚁，屠龙刀意义社会太地心天地与你们同行，我的心无畏无惧，我叫秦淮，三个月前我在游戏里遇到了艾艾，今天约他见面，他好像点亮了我的全世界，我要将我的一切都给他。艾艾，秦淮哥哥，哎，你不要过来！人家不管，亲一个。秦淮哥哥，我的手，啊，这是哪里啊？我是在做梦吗？有个女孩，好兄弟，你不但是镇北王府世子，未来更是圣武皇朝的驸马。我带你去看樱花。要你的修为，别怪我。这都是我的记忆吗？宿主面临生命危险，是否激活崇拜圣骑系统？我这是在做梦，还赠送系统？只要获得他人崇拜或完成任务，
本系统就可以助宿主轻松升级，获得装备无数，体验感爆棚。我明白了，这不就是做梦送外挂，成为天选之子，让我开启争霸大陆之旅吗？确认。系统激活中。我乃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车爆胎的镇北将军府世子，当朝驸马，什么美女没见过，怎会稀罕你这种庸脂俗？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不明觉厉，积分加一，新手礼包加一，秒杀机会加一，一刀99级体验券加一，短服加五，学习无敌金钟罩，奖励新手神器永镜之刃。哦，原来是这么玩的，懂了。我真是个天才，宿主天资聪颖，脑回路惊奇，已摸到了使用本系统的门槛。那是，哼，淫贼，当朝驸马为人正直，岂会和你一样龌龊下流？看剑，景之刃，躲开，躲。结束，更多神迹敬请关注系统商城哦！我天，你大爷啊！禽兽，禽兽！金柱杖！累不？要不先喝口水，休息一下再砍啊！混蛋，我饶不了你！怎么回事？无敌金钟罩催发一次后，最多持续15秒，冷却时间24小时。你不早说，你也没问嘛。我回头再找你算账，我得想办法赶紧溜。快看，牛在天上飞。淫贼，想走？楚文师妹，我来晚了。好痛啊，这梦也太真实了，我不玩了。哎，如果宿主消极应对，不想面对的事情将无限重复。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岂能临阵退缩？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打人不打脸，不知道吗？只是筑基七重的废物，就敢得罪我心爱的楚文师妹，得罪她就是触动我柳原的逆鳞。柳原，我和你才没什么关系啊。仙云宗和柳仙门同是仙盟一员，同气连枝，楚文师妹遇到麻烦，我岂可坐视不理啊。来得这么及时，难道是她用石头砸的我？姓柳的，我明明看到你在河边鬼鬼祟祟，既然敢偷窥楚姑娘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？你小子胡说八道，让我怎么拆穿？哦，难道你觉得楚姑娘的皮肤不白，身材不好啊？嗯，我柳原岂会如此龌龊？淫贼，满嘴胡言乱语，我要打得你满地找牙！柳云是气脉境三重，淫贼必然不是对手。触发击败柳云的任务，奖励墨子膏药。宿主和柳云的修为差距过大，建议使用秒杀机会。使用秒杀机会，秒杀以就绪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混元剑法。秒杀！我这么强！哦吼，恭
气色主完成任务，墨子膏药加一。他只是筑基七重，居然跨界击败了柳原。就这？为什么我会觉得银子还很厉害啊？恭喜色主收获楚文的崇拜，积分加十。你到底是谁？给我听好了，小爷我王者25颗星，吃鸡率高达50%，曾沉迷游戏世界无法自拔，后遭社会毒打幡然醒悟，自此搬砖打工铸成传说，我乃劳动最光荣的干饭人。干饭人，西蒙各宗门里并没有这号人物呀。真是傻白甜，这么好骗。这人来历不明，实力高强，必须通知长老他们。师父，是楚文师姐。楚文姑娘，咱们不打不相识，要不交个朋友？呸！淫贼，谁让你交朋友？你来仙云宗做甚？要和仙盟为敌吗？仙云宗？仙盟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仙盟内主要有四大宗门，分别是善用法术的仙云宗，剑法剑长的柳仙门，善使机关的墨门，惯用阵法的蓬莱宗，四大宗门同气连枝，人才辈出。所以我劝你千万不要打什么鬼主意，否则一定有来无回。哦，都跟这个人才一样厉害。你墨天长老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家伙在本宗地界鬼鬼祟祟，行迹十分可疑。哼！这位前辈，有话好说啊！眼色的杀气，杀气。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岂能临阵退缩？还是溜吧。他竟然学了如此精妙的遁术。大小姐，你认识此人？银子让我清修，他曾自报姓名，说他叫干饭人，柳仙门的柳元亦败在他手中。哼，好一个干饭人。我们走。宗主，守存近来不知为何已发狂多次，不断致使门中弟子死伤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从长计议。若不及时处理，恐将动摇宗门基业呀！要不问问墨天长老。爹，文儿，文儿回来了。方才老身都已听到，何不联合仙盟各宗，一同加固禁止受尊的法阵？还是墨天长老有办法。楚宗主，我爹乃柳仙门宗主，我们柳仙门作为仙盟一员，是否决定出手，要看你们的诚意了。柳公子，你这是……哼，有个不长眼的废物竟敢在仙云宗地界打伤本公子，我怀疑此人和仙云宗有关。楚某必然给柳公子一个交代。爹，明明是他心怀……
如此甚好，楚文姑娘来日方长，刘某就先回柳仙门了。这炖法真是个好东西。嘿嘿，系统提醒，宿主有必要阅读先手须知。确定。哇！神元大陆以武为尊，血脉为本，一共可分为筑基、可以快进吗？说重点呢。地脉、天脉、凝魂。别！一刻引发革命的系统，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，这就是崇拜升级系统的魅力。宿主只要获取他人的崇拜，完成任务，获取积分，又可使用积分在商城中随意换取各种宝物，轻松升级，修为日进千里。亲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马上体验吧！老子终于要出人头地了！果然不同凡响，不愧是我。啊！实力，快快拜见前辈！拜见前辈。宿主击杀 BOSS 第二少，报酬物资：屠龙刀加一，手尊妖盒加一，千尊项链加一。哇，这一下发财了！一刀九十九级体验券，体验结束。能量透支，本系统暂时进入闲者模式。宁喜啊，你个坑货，把爆出来的宝物给我再待机啊。趁他们没发现赶紧溜。前辈留步。在下仙云宗宗主楚留天，仙云守尊乃我宗镇山神兽，如今被您所杀，我宗损失惨重，所以。
完了完了，他不会让我偿命吧？无耻擒贼，污染空气，杀我兽尊，拿命来！齐昌在窥人不动间收发自如，难道是我言语冒犯触怒了前辈？呵，恭喜宿主收获楚留天的崇拜，积分加10。你这怂蛋，危难关头你不在，提醒积分你最快。建议宿主立刻离开。这还用你说？前辈，怎么，尔等小辈还敢留我不成？这好熟悉的声音。他是淫贼。淫贼在哪里啊？果然是他。总算脱身了，好歹有些收获。先看看我的屠龙刀。我屠龙刀呢？我被盗号了啊！宿主目前的血脉无法激发屠龙刀终极形态，宿主可用龙晶提升血脉品阶。龙晶？怎么这么熟悉？我的好兄弟，龙晶这等洗精发髓的宝物。还是给我用吧，我已经是废人，为什么还要苦相逼？镇北王府世子秦淮，修为有失，有辱圣恩，即日起将二公主代替大公主缔结婚约。二公主丑陋无比，体弱多病，活不过15岁。呀，这比退婚还羞辱人呐！又是退婚流，不会还有3年之约吧？这个锤子！本系统是那些过时的废柴、兵王赘婿、穿越重生流系统吗？本系统流派的连新世界都这么讲。不过我现在自身难保，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，必须变强才能活下去。系统老兄，你还是先告诉我怎么获得龙晶吧。建议宿主接受仙云宗系列任务，任务一：加入仙云宗，任务成功奖励龙晶成一。我像是那么蠢的人吗？大漠天的老妖婆要杀我。楚文的丫头把我当成淫贼，我又不小心杀了他们的仙云兽尊。不见。师父让我通知教主，仙云兽尊已死。烧了兽尊庇护，我天魔教顷刻便可灭了仙云宗，届时再伺机对付其他三宗。天魔教，光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门派，反正和我也没什么关系。不对，我杀了仙云兽尊，仙云宗失去了兽尊庇护，天魔教趁机攻击仙云宗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看在龙晶的份上，还是去看看吧。要是太危险，再溜也不迟。建议宿主使用墨子膏药伪装自身。哎，对不起，放错碟了。还不错。仙云宗，我来了。臭男人。如果让他们看到我帅气的容貌，定会自惭形秽。天下竟有如此帅气之人，实在是太残忍了。这人也太好看了吧？难道修炼了以后，皮肤也会变好吗？终于有美女了吗？她是。
脸庞纯净无瑕，肌肤洁白如雪，双眉修长如发，双眸闪烁如星，迷人像一张小小的嘴，小小的嘴唇微微扬起，带着你哀愁的笑意。他是我高中的暗恋对象，秀秀啊！这位道友，这是你的试炼牌子。好清灵的声音。拿牌子来。啊？这妹子好呆萌啊，我喜欢。可不是嘛，这么漂亮的妹子就应该陪咱们哥几个。插队还调戏女孩子，当我是空气啊。道友算了吧，我这是维护正义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们三个都滚到后边去，再给秀儿姑娘道歉啊。大胆，这三位是皇城来的贵客。哦，皇城来的就高人一等了，人人平等，不知道吗？你不要命了？听说上一个敢排在皇城子弟前面的人直接被打断了腿送进宫去了。算了，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他们一般计较。孬种。那下边的农撒了跟这儿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什么人？休走。天此人如此强横，究竟是谁？王富恒，血脉地阶下品，根骨地阶下品。哇，这厉害了！为什么这？哎，这石头还能发光呢？道友，这是用来测试血脉和根骨的天墨岩，能被激发出金、红、蓝、绿四色，分别应对血脉和根骨的天地玄黄四阶，两者品级越高，修炼天赋越强。原来如此，小子，轮到你了，你不是很拽吗？让我看看你的天赋。下一个，秦傲天。道友啊，别紧张。快上了，快上了！来了！小爷我可是圣武皇朝第一天才，面对疾风吧，你们这群凡人！这咋回事啊？不会啊，这不会是秦傲天血脉无阶无品。居然是个血脉无品的废物，还敢这么嚣张？那你，难道我的血脉和修为一起被废了？秦道友，别灰心。哼，
好耀眼的金光，快亮瞎我美丽的大眼睛了。金色居然是天劫。闭嘴，敢在我们哥仨面前出风头，你小子活腻了。秦傲天，根骨，天阶上品。真的是天阶上品啊！太变态了，好崇拜他。恭喜宿主获得试炼弟子的崇拜，积分加10。秦欢先生，您刚才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，请问有什么感想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我秦傲天要感谢皇城 F3 的比试，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日的天才少年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们三个，我只是想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是他。16，不合格。第一轮测试结束，通过之人稍作休息，再到中庭集合。宗主。乔师兄，这次入门选拔可有突出的弟子？楚文师妹，这次有3位皇城之人，其中一人的根骨和血脉都是地阶下品。仅仅是地阶下品，你们多留意吧。师父，今天还有一人血脉无阶无品，但血脉无品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下次再说，老身还有要事与宗主相商。第二轮测试规则如下：试炼者通过传送门进入仙云谷，只需获取一枚1阶6级妖核，便算通过考核。本次考核与往年一样，在谷中深处的祭坛有一株百年仙草作为奖励。百年仙草能治疗隐疾，锤炼肉身，可抵10年苦修，有价无市啊。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东西。触发随机任务，获得百年仙草。接了。长老，一株百年仙草也不够这么多人分啊。有意夺取仙草者可抄近路，通过无尽铁索桥，但此桥遍布狂暴的雷电之力，筑基8重方能抵御。试炼者最高筑基9重，居然8重才能过桥。哼，我们岂不是过不了桥？不就是内定给 F3 了吗？还说得这么好听。秦道友，我是筑基9重，应该可以带你通过铁索桥。姑娘，这样会拖你的后腿，还是算了吧。你还是叫我秀儿吧，你之前帮过我，我帮你一次也是应该的。天哪，这妹子人美心善，简直是天仙下凡啊。试炼正式开始。秦道友，我听那门弟子说沿着这个方向就能到铁索桥。是抢咱们风头的那小子，还有那美人儿，想和我们抢仙草？
乖乖绕远路吧，回头哥几个再跟你们好好算账。秀儿，别急，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。嗯，追不上他。我在外面等了一年，就是为了这株仙草，没想到还是……这株仙草对你很重要吗？我和弟弟相依为命，他外出历练时受了重伤，只有百年仙草才能治好他。系统，不帮帮可怜人，你不会心痛吧？建议宿主学习凌波跑步，使用本战技可加速奔跑，积分清零便可获得。获取秘籍，学习。恭喜宿主学会凌波跑步。秀儿，来，我背着你超过他们。秦大勇，你别逗我开心了。看来不给你演示一下，你是不知道我的真正实力了。凌波跑步，开！啊，好快的速度！呵呵，恭喜宿主获得秀儿的崇拜，积分加10。我继续。小心！小意思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秦道友，你没事吧？秦道友，你真的可以追上他们吗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！不是，快上背。就是它，百年千火灵草，看来我们是第一个到的。看来想获得这株仙草并不容易。这是三只一阶七级的火云豹，你退后点，我来击杀他们。波跑步，屠龙刀，耶！秦道友，原来你这么厉害。击杀一阶火云豹，一阶妖核加3。低调低调，只是我的屠龙跑刀比较厉害。气息，为什么入门时连会有二阶火云豹？只是多了个小插曲，别担心，去去就会。秦道友，你没事吧？
络吸引他，你趁机夺取仙草。什么办法对付他？建议宿主使用仙尊项链，该项链可以增强召唤力。秀儿，接着。这是。你马上再召唤一次骷髅。变强了，全是力量，没错的。宗主，小山，遇事不要慌张。宗主，试炼机关被人给改了，谷中放出了二阶火云豹。什么？二阶火云豹对应气脉三重修者，入门试炼者都是筑基修为。莫天长老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宗主莫要担心，这件事就交给老身。是他们，明明绕了远路，怎么可能比我们快？难道这小子隐藏了实力？等他们两败俱伤，咱们再坐收渔翁之利。再打下去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秀儿，他腹部防御比较弱，我们还有机会。秀儿，我需要你的配合，你相信我吗？我信。我们上。血海魔刀，修炼此功法可让宿主实力大增，但目前宿主修为过低，学习并使用此功法对身体会有副作用哦。他们居然斩杀了二阶火云豹，他现在很虚弱，趁他病要他命。小子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没想到吧？哼，仙草。
的都是玄阶兵器。秀儿，你先走。秦道友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真是郎情妾意啊。要不这样，等哥几个享受完美人，就让他们在黄泉相聚吧。好主意。各位，我们之间没有太大的过节，不如我们做笔交易，我把仙草给你们，让我们离开。仙草、美人、你的命我们都要。小子，要怪就怪有人花三柄玄阶兵器买你的命。啊，是谁？谁要买我的命？别跟他废话。秦道友，想要我的命你还不配。系统，学习血海魔刀。宿主当前修为，身体无法承受血海魔刀。学习。你终于醒了。我竟然突破了极限，到了筑基九重。秦道友，你救了我好多次，这百年仙草给你疗伤吧。系统提示，如若获取百年仙草的任务失败，将惩罚宿主做3000个俯卧撑。秀儿是个好姑娘，就算被罚我也要帮她。哎，我皮糙肉厚，这点伤算什么。仙草给你弟弟治病。秦道友，不，秦大哥，大恩大德，秀儿来日必定结草鞋环报答你。我俩谁跟谁啊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任务失败，请宿主尽快做完3000个俯卧撑。1001，1002，1003，还有多少个？哎呀呀，我忘记数了。不行了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宿主助人为乐，系统十分感动，决定免除惩罚并奖励升级单一枚。你不早说，是不是故意的？秦大哥，你招惹了皇城的人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自我来到仙盟地界就一直被人追杀，他们三个想必也是受人指使来对付我的。秦大哥，等你入了仙云宗，掌门和长老一定会护你周全的。放心，我自有打算。其实我也在追查幕后主使，只可惜一直没有线索。有用得到我的地方秦大哥只管说。嗯，这儿不安全，咱们先找个地方疗伤再说。嗯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
金大哥，你突破七脉境了，你的修为境界也太快了吧。常规操作，常规操作。天要黑了，我们快出去吧。嗯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每人交一枚妖盒才能离开。不识相的话，小心我们群起而攻啊。小儿，你们仙门大派居然还有人拦路打劫。秦大哥，这些人仗着有点修为，经常抢夺药盒，然后拿去售卖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们要的是不是这东西？哎，秀儿，想看烟花吗？好可惜啊，但这都是为我放的吗？哦，他居然用妖盒放烟花，这可是妖盒呀，一枚值2000金币呢。宿主收获一群人的崇拜，积分加十加十加十。三枚妖盒，换了这么多积分，简直超值啊！这么好的机会，一定要趁热打铁，给我赚点积分。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把妖盒放下。小爷的东西，想怎么用？管你屁事。这世界竟然有如此痴心的男儿，为了心爱的女子竟是宝物如同草芥。想到那个色狼，我这是怎么了？秀儿，喜欢吗？嗯，庆大哥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烟花。那我以后多放几次，毕竟你笑起来的样子比烟花更美。小子，你有种，我们走着瞧。想走，晚了。你干嘛？刚才放烟花把妖盒都放完了，所以想问你要两枚妖盒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师兄可是断。你敢打我，连我妈都没打过我。别打，我给你妖盒。拿着。以后他们再打劫，你就告诉我，小爷见一次打一次。你拿到了仙草？是，长老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加入仙云宗，获得任务奖励龙晶加一，是否使用？这种事情还用得着问我啊？人有三急，我去去就会。宿主当前血脉黄阶下品，下一阶段血脉升级需要龙晶30枚。屠龙刀的形态果然发生了改变，看来我得快些改善血脉。触发仙云宗系列任务2，成为核心弟子，任务成功奖励龙晶乘15。
为响应宿主加快改善血脉的诉求。本次任务限定完成时间半日。半天？投胎都没你这么急。半天？投胎都没你这么急啊。若任务失败，宿主全身变短五厘米。啊什么？五厘米？一毫米都不行。倒计时已开启，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。See you later。这系统的画风怎么不太对啊？哎，你别倒计时啊！臣妾，臣妾真的做不到啊。秀儿，你知道怎么成为核心弟子吗？核心弟子的数量是固定的，只要击败其中一位，就能取代他成为核心弟子了。核心弟子都在气脉境三重以上，但我相信以秦大哥的天赋很快就能赶上他们。不，我今天就要成为核心弟子，男人的痛苦你不会懂的。段龙师兄，就是他。段龙师兄，就是他抢了我的妖盒。秦大哥，段龙师兄就是核心弟子，我们打不过他的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秦傲天，你打伤我师弟还抢走妖盒，该当何罪？是穆丹师兄要抢我们的妖盒，秦大哥才出手的。师兄，这小子为了泡妞居然用妖盒放烟花，2000金币一枚的妖盒呀，哗一下就没有了。师兄可要为我做主啊。你是不是皮又松了？刚才的烟花是他。师兄，你们运气不错，竟然拿到了仙草。按照本尊规矩，仙草应当交由核心弟子分配，拿出来吧。长老说谁拿到了便是谁的，你少唬人。弱者就要有弱者的觉悟，交出仙草归还妖盒，我还能网开一面。否则，修为强、等级高，就能随便欺负人了？你身为主持试炼的核心弟子，公然违抗长老，抢夺试炼弟子的奖励，难道你比长老还厉害？少废话，强者为尊，历来都是这样的。从来如此，便都对吗？若实力强就能肆意掠夺，那和没有灵智的妖兽有什么区别？他疯了吗？居然把段龙师兄比作妖兽。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啊。你可知挑衅核心弟子是什么下场？反正我不会把仙草给你，如果你想打，我奉陪到底。这小子有种。秦大哥不要冲动。这是你自己说的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以大欺小。我让你先出手，来吧。秀儿往后退退，看我打他个满地找牙。秦大哥小心。师兄加油。
师父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名弟子没有血脉，根骨却是天阶上品，所以才能接下断龙一拳。嗯，如此看来，此子天赋尚可。奇怪，他为什么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？没想到你竟是气脉二重，但想战胜我，还远远不够。等一下，小子，你要认输？自然不是。不过段龙师兄修为高强，心胸宽广，应该不会介意让我休息一下吧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招。系统，出来。建议宿主兑换升级丹。这就抽一鞭子动一下，你就不能主动点吗？这玩意儿需要100积分，你怎么不去抢呢？哼，不用升级丹，战胜对手概率小于1%。你就是看中我非买不可。果然，资本都是肮脏的。有了。秀儿，我现在遇到点困难，需要你鼓励我一下。秦大哥，加油！不是这种，是让人看了羡慕、嫉妒、恨的那种。那小子居然能得到女神的青睐，为什么？我也想被美女抱啊！秦大哥，加油！恭喜宿主获得众弟子的崇拜，积分加10，为宿主购买升级丹1枚，积分减100。使用升级丹。宿主使用升级丹。升级中。嗨，驾！这小子的气息突然变强了，难道他用了什么秘法？刚才只是活动筋骨，现在我要开始认真了。哼，我来探探你的虚实。这小子居然真的突破了7脉4重，修行速度如此惊人，若不能为我所用，他是必成大患。风怒九霄！这一招威力巨大，一旦被击中，非死即残。段龙师兄，怎么下此重手？哼，屠龙刀，出！血海魔刀第20，血刃魔心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看偏了。居然击败了段龙师兄，连升2级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已经7脉4重了呀！恭喜宿主获得仙云宗众弟子的崇拜，积分加10加10加10。完成任务，成为仙云宗核心弟子，龙晶加15。大胆！竟敢在仙云宗私斗伤人！秦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师尊，他废了我的手，杀了他！哼！段龙师兄，
是你说的，强者为尊。怎么自己输了，反而开始耍赖了？莫天长老，是断棱师兄先下死手的，秦大哥只是自保而已。哼，残害同门，罪不可赦。死小爷了，这老妖婆和我什么仇什么怨啊，一见面就动手。这你看。哼，秦大哥，你的脸。妈呀，这是他医术啊？怎么会是那个银子？前辈，原来这才是秦大哥本来的样子。好帅呀、无耻贱贼，今日我便除了你，速行动门。看样子这老妖婆一定要对我出手了。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，解除吊马危机，奖励小命都不保了，还做什么任务啊？好险！剑左宗主，楚留天，我杀了他们的护山神兽，他居然还来救我，这姑奶奶也在。要命！宗主这是何意？莫长老，只是小辈之间的比试，何必大动干戈呢？宗主，此人杀害寿尊在先，乔装会进仙云宗废我徒儿在后，罪不容恕。难道宗主要包庇他不成？莫长老有所不知，寿尊发狂一事极有可能是天魔教动的手脚，这位小友斩杀寿尊想必也是出于自保，至于乔装混进我仙云宗。仙君明鉴，我从小无父无母，孤苦伶仃，独自闯荡多年，卖过淫，讨过饭，吃了多少苦，流了多少泪。这个淫贼又在骗人了，上次还说自己是皇城驸马爷。斩杀妖兽真的不是我故意的，你们又一直追杀我，我只能乔装起来。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，解除吊马危机，奖励。烦死了，没看见我正忙着吗？仙君，我只是想活下去啊。哼，谎话连篇，就凭你的实力，说不动手脚，怎能杀得了寿尊？是我师父借我神力，我才能侥幸自保的。仙君，你可要信我。莫非这小子背后真的有高手？那就有些棘手了。寿尊已死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他是天阶根骨，说不定是仙云宗未来的希望，就让他留下来将功补过。莫长老，你觉得呢？莫长老，你觉得呢？好话都让你说尽了，我能不答应吗？您是一宗之主，您做主就好。
莫长老是执法长老，还是得尊重莫长老的意见。宗主，您做主。师父，不如就收这位师弟做您的关门弟子。至于杀了寿尊一事，就让他去打扫寿卷半月，小惩大戒，如何？萧山言之有理。快点干活！大宝剑，你这是要坑死我啊！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，解除掉马危机，奖励气脉镜大礼包成衣。以后这种要命的任务别发了，行不行？秦大哥，秀儿，我从今天起就是宗主的关门弟子，以后我罩着你。秦大哥，我现在还要下山用仙草给我弟弟疗伤。好，日后你以妖和烟花为号，不管多远我都会立刻赶过去。回禀教主，一切准备妥当，随时可以进攻。知道了。刹那间，紫金光雾冲天，汗血宝马一跃而起。只见天地变色，我师父一人一骑，在千军万马当中连挑对面三员猛将。然后你们再走着，等我师父战胜回营，那杯奶茶都还热着呢。吹牛！我才不信呢。切，小爷像是在吹牛吗？啊？就是玩笑。切，这个骗子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想当年我师父大闹天宫，手拿两把西瓜刀，在十万天兵天将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从南天门看到你的下天。哎呀，吓得玉帝老儿抱头鼠窜。玉帝老儿问他姓甚名谁，何方妖孽，报上名来。吾乃常山老祖是也。就是就他扫帚。师父，他说的天宫不会是稷下学宫吧？玉帝或许是圣域神帝。常山老祖，难道他的师父是威名赫赫的血刀老祖？嘿嘿。哇！恭喜宿主获得众弟子的崇拜，积分加120。哎，这些都只是九牛一毛。他老人家的英雄事迹三天三夜都说不完。宗主，大事不好了。探子来报，天魔教有异动，怕是要攻山了。快去通知仙盟各宗的同道，请他们来商议退敌之策。遵命。哎，该来的终究是来了。傻白甜，你又叫我傻白甜，是不是在骂我呀？这是我的家乡话，夸你单纯美丽呢。哼，算你有点眼力。小心。这家伙。师弟，他
他就是有点敏感，你别介意啊。算了，不和他计较。哎，师兄，你给我讲讲，天魔教和仙云宗有什么恩怨呀？不瞒青师弟，千年来，天魔教和仙魔四宗爆发过数次大战。千年之前，天魔将军横空出世，为祸大陆，所到之处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当时的四大宗门联合起来，组成仙盟，讨伐天魔将军。不料，天魔将军修习的功法十分阴险，不仅能够吸取修士的气血，反哺自身，还能将修士练成没有五感、只会战斗的怪物。众修士和天魔将军大战了三天三夜，死伤惨重。战争唤醒了沉睡在地底的兽尊，有了兽尊的帮助，仙盟成功击杀天魔将军。岂料天魔将军死后也成了没有神智的僵尸，兽尊只能将其封印。其中一位修士在封印处建立宗门，并由兽尊亲自守护，而天魔将军的追随者成立的天魔教，千年来一直对仙云宗虎视眈眈，但仙云宗有兽尊守护，他们一直没有得逞。青师弟，如今宗门有难，不如让你师父……哎呀，师兄，我说过了，师父他老人家云游去了，没个十年八年回不来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仙云宗有事的。天魔教就要打上来了，怎么也得想个办法保住仙云宗才行。任务已发布，请宿主查看。新任务，刚才怎么没提示啊？哎，系统，你哑巴了啊？为关爱宿主身心健康，减少噪音污染，以后系统消息都将以文字形式推送。嘿，说你两句你还喘上了。说正经的，不知道亲爱的宿主找系统有什么事呢？你这行动怎么回事啊？越来越贱了。为了更好的配合宿主，系统进行了一些升级呢。大数据显示，这种系统性格和宿主最配哦。下次再和你算账。哎，我打过的那些奖励还有装备呢，都拿出来。这是什么？咦，这是天主魔爷，到时候造个99级的神器，10个天魔教都能打回去。检测到宿主等级过低，当前可学机关为折叠板凳。靠，我花了100分，你就让我学个板凳，我要投诉你。增加可学习机关，妖狼机关兽手持神龙雷弩。矿洞。千年前，仙盟四宗将天魔将军镇压于此，镇压之地逐渐形成一座矿山，而战场上损坏的道器分解为晶铁，吸引不少修炼者前往采矿。外围矿洞为安全区，但晶铁产量极少，深处的矿洞盛产晶铁，但有僵尸士兵游荡，危险重重，历来无人敢靠近。怕什么，明天就去一趟，挖他个几袋子晶铁。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，消除与楚文的隔阂，奖励折叠板凳成衣哦。一个破板凳你想收买谁啊？那个姑奶奶肯定要动手，我才不去。宿主，系统从小无父无母，就这么一个心愿。你今天就算哭死记了，我也不会去的。学点好行不行？晶铁，小爷我来了。
挖了半天才挖到15花晶体，累死小爷了。机关妖狼制作。多弄点晶体，再造几个，到时候遇上天魔教也有一战之力。有人跟踪，出来吧。没想到被你发现了，受死吧。说，谁让你来？你休想从我这里得到消息！想自尽，没那么容易。请宿主停止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就你话多，出来吧。不是，你跑啥？是六元师兄让我跟踪你的。他要和左剑师兄联手，把你还有楚文他们一网打尽。不好，傻白甜有危险。师妹，前面就是盛产晶铁的矿洞了。楚文师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挖到足量的晶铁，修好仙云魔炮的。是啊，恒来宗和墨门都会助你们渡过难关的，现在也只能尽人事，听天命了。即便有晶体，魔炮也不一定能修好。仙云魔炮疏于保养，上面的上古法阵都已失效，威力大不如前。爹爹和诸位长老都束手无策。别担心，陈凡师兄明天就到了，他机关学造诣很高，一定能修好魔炮的。他们在哪儿？说。这是矿山的地图。柳元师兄带了十几个人就埋伏在这里，左剑师兄负责把楚文师姐他们骗过去。哈哈，恭喜宿主获得矿山地图，地图已加载完毕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师兄放过我吧。看来到我出手的时候了。系统有没有什么群攻的技能？开启导航，我们去找柳元。叮咚，系统导航为您服务，全程1.8公里，前方直行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柳兄，人我带来了，东西呢？左兄堂堂盟主弟子，居然连百年灵草都要自己寻找。轩辕盟主果然如传闻所说，对弟子不管不顾啊。这二位是墨门的师妹吧？果然如花似玉，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啊。你要做什么？左剑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们敢在仙云宗乱来，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师妹，仙云宗都自身难保了，你爹那把软骨头怎么会为了你得罪我柳仙门？这玩意儿真不错。
小爷不陪你们玩了，走。是秦傲天那小子，给我追。左兄，今日之事若败露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我要一株300年仙草。成交。快跑，我的炮里没有子弹了。追，人要是跑了我拿你们试问。不行啊，我的腰。师姐，你怎么这么重啊？你胡说。柳元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的，我们不能停在这里。都怪我。请宿主完成任务，消除与楚文的隔阂。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？本系统愿意传授祖传秘籍揉脚18式，原价300积分，现在购买只需30，跳楼价，保证药到病除，童叟无欺。这破玩意儿也敢卖30，奸商。行了行了。秦傲天，你干什么？师姐，你扭伤了，我不帮你处理，一会儿你怎么跑啊？我可抱不动了。他们来了。师姐，怎么办？秦师弟，别管我，你们走。秦傲天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就等着你们呢。这是你做的陷阱。嗯。系统，有没有什么群攻的技能？建议宿主使用火焰喷射陷阱，对气脉镜的修饰有奇效哦。就用这个。所以你是故意引诱左剑他们来这里，好将他们一网打尽的。师兄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我之前都没给过他好脸色，他还不计前嫌来救我。秦师弟，之前的事儿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嘿嘿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消除与楚文的隔阂，奖励折叠板凳成衣。恭喜宿主获得诗云、婉儿、楚文的崇拜，积分加10加10加10。小事儿。不过师姐，你不会因为我救了你就要以身相许吧？秦傲天，找死！师姐，你，我的修为这么强吗？呼呼，狮王殿开启，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，击杀狮王，奖励大型陷阱图卷，天地崩塌。秦傲天，发什么呆呢？你们走这边就能出去了，我还有些事要办。你不会要去深处的矿洞吧？那地方太危险了，秦师弟，不要冲动。我心里有数，你们快走。你这是缺德导航吧？
还能不能找到狮王了？哎，信号微弱，请步行至开阔地带。啊！啊！亲爱的宿主，你后退半步的动作认真了吗？你话太多了吧，你先自己上啊。剑一召唤机关妖狼。要你说，我本来就要召唤机关妖狼出来。没想到天魔将军威名赫赫，被封印多年，修为也倒退回天脉境了。唉，这封印大阵威力千年不减，难怪仙云寿尊死了，也无人对此处加强防卫。只要有这个封印在，他就不可能离开大殿。他们虽然封印了天魔将军，却不知道他变成狮王后也产生了妖核，而这枚妖核乃是增长修为的至宝。赶紧拿到妖核离开这里。老朽已经隔绝了大阵与矿洞之外的感应，但只能维持一段时间。小心，狮王一旦苏醒，就会无差别攻击所有靠近的人。到底是机关妖狼还是机关二哈？怎么这么傻？有人捷足先登了！原来狮王就是被封印的天魔将军。虽然比不上仙云寿尊，应该也能爆出不少好东西吧。Yeah.
打完了？哎，这么年轻，这么美，还这么能打，这是个金刚芭比啊！居然是个女人！没想到我们居然被一个女人骗了这么多年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袭本尊！若不是为了这颗狮王妖核，我又何必千里迢迢从皇城赶来？还要多谢你了，卑鄙！这一身修为就此消散，岂不可惜？你敢动我，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做了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即便我不杀你，那帮蠢货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如就成全了老朽吧。禽兽啊，我看不下去了。西头，机关妖狼能对付这个老家伙吗？给雷努装配海量妖核，可尝试击败此人，赢面为0.01%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宿主且行且珍惜哦。0.01%，你直接说打不赢不就解了？教主放心，老朽下手很快，不会有痛苦的。不行，打不赢也要救，拼了！秦胜，放开那个姑娘！一个气脉四重的废物，也想坏我好事？找死！you
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魔将军啊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嘛。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击杀狮王，狮王妖和加一，大法师权杖加一，天师诀加一，获得大型陷阱图卷，天地崩塌。这么不经打，还是个小 boss 呢。不过奖励的东西还不错。你没事吧？这是我家祖传的疗伤圣药，看在你刚才和我这么默契的份上，给你。拿开！你这人怎么好赖不分啊？难怪被人偷袭。闭嘴！你到狮王殿是为了他吧？想要狮王妖核，就恢复了，自己来拿。如此大度，真不愧是我。见过轩辕盟主。本盟主已经收到天魔教准备攻山的消息，诸位有何打算？天魔教来势汹汹，只怕不好对付呀。天魔教不是传信说想要神器仙云魔炮吗？一堆废铜烂铁而已，不如请楚宗主割爱，此事自然迎刃而解。便是仙云魔炮一毁，也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岂能随意轻贱？仙盟各宗同气连枝，本宗受辱亦是仙盟受辱，还请柳宗主三思。受尊仙士，仙云魔炮现在连气脉境的威力都没有，我看你们怎么对付天魔教。此事还需好好合计。大法师权杖，级别神器，认主后可切换法师职业哦。神器？快快快，马上认主！装备神器：大法师权杖，获得技能：狂雷怒海，冰咆哮。买一送二，物超所值啊！警告！警告！啊！弄啥嘞？我可是救过你的男人，见过我真面目的人都得死。狮王妖核你不想要了吗？杀了你，妖核自然是我的。已学习天师诀，建议宿主使用狮王妖核召唤狮王，剩余次数三。封印大阵有异，我感觉不到狮王的气息了。秦师兄，这是我们墨门的陈凡师兄，玄阶高级机关师。这位师弟刚入门，若有不懂的地方尽管来请教。陈凡大装特装，获得宿主崇拜，积分减一万。
了。